噼里啪啦东就爱逼逼刀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软妹。随着王者荣耀的火爆，也催生了很多周边行业，据说各种代打勤快点月入20000没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网上还曝光了王者荣耀刷金币工作室，金币可以用于购买新英雄，而这些手机的日常任务就是在王者荣耀中刷金币，然后卖金币号获得盈利。放眼望去，清一色的苹果手机全部开着王者荣耀自动打游戏，刷着金币，或许你的队友就是其中一个呢。印象中的奔驰 S550 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肯定不会像这位美国艺术家心目中的那个样子。他用成千上万的镜子完美地复制了一辆奔驰 S550， 但是他的作品名字叫做 Rike， 他会让我们想起奢华和死亡。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引人入胜又令人难忘，他通过将财富自由、个性与颓废、放荡、混乱相对照，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双重特性，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，大家能感觉到吗？6月30日，小黄人定制版 OPPO 大眼车在北京国贸率先上线。 OPPO 大眼车采用了印有小黄人图案的轮圈，车身也有小黄人贴纸，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车把前方两个呆萌的大眼。与此同时，今天小黄人版 OPPO APP 也正式上线了，在有 OPPO 大眼车的地区已经可以看到全新特效，晃动手机，小黄人的眼睛随重力的感应就会上下左右乱转，地图中小黄人也被替换成了香蕉，非常的萌，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作为 iPhone 10周年的献礼之作， iPhone 8的变化将是革命性的，比如正面的全面屏设计就会将小米 Mix 掀起的这股浪潮推向一个极致。据网友最新曝光，来自富士康内部的 iPhone 8屏幕支架也出现在了网上，和此前的各种渲染图类似，足以证明 iPhone 8极高的屏占比，基本上只有顶部前置摄像头、听筒、传感器等占据一些位置，同时底部的 Home 键真的要消失了，屏幕下指纹识别基本成为定局。各位准备好剁手了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逼逼到这里了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品康科技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